两个女网红在大街上打起来了，好可怕。你给我站好了，好吗？突如其来的烧差点闪了老夫的腰。路过的大爷是万万没想到呀，打完最多也就擦伤。大爷你怎么不拦着我来，把我放中间。下一个有剧本也怕翻车。如果说你不给我的话，今天晚上你不好过。好过。今天晚上如果说你不给我的话，你不好过。哦耶，华子社外蘑菇。华子社外，不要这么凶。要遭殃了，怒气值拉满走了过来。大哥，我知道嘞，我知道嘞，你去吧。你不要打我。啊，我不打你了，我打死你。华子社外。看来已经打过了。下一个剧本你应该经历过。一个屁就撵走了。网友说，兄弟格局不行呀，跟我媳妇天天跟我连环炮一样都没分，因为这个我都戒烟了，怕爆炸。下一个演的有点真。妈的逼你对方怒气值减半，甚至还想道歉。蓝衣服说，本来不是很生气，拽这一下不生气都不行。何必呢，都是剧本，我都看着动手前先磕头求放过了。